现在做水箱精更换的话，我们现在是用这一台，这台哦 MC9， 我们螺旋到水箱，然后会这样，一进一出，然后做一个系统整个的循环，所以我们可以很方便、很快速的完成这项工作。Hi, this is Diego, and today we're going to check Dacheng Auto Repair Factory. This is a garage shop specialized in tuning, and it's located in Taichung City, Tansi District, Chongda Road, Section 4, number 333. This garage shop specializes in tuning and maintenance. You can get your car tuned for hyper performance, and you also can get special services like engine flush, brake system flush, cooling system flush, among other special maintenance services. We can check them out. Hello. Hey, 你是老板吗？ Hello, 是。啊，我是 Diego。OK。那你可以介绍你自己一下吗 ？OK， 我是在台中潭子这边的大千汽车修护厂。好，我姓王啊，大家都叫我阿伟。哎、欸，所以你今天在做什么样的服务？哎、欸，我今天要做的就是要帮这台车的水箱精做更换。水箱这边对不对？对，是。那为什么需要换水箱？因为我们水箱精是属于一个有时间性，然后它久了之后它会老化酸化的一个东西，所以说我们还是需要定期的去做水箱精的更换，然后保持它该有的润滑度这样子。啊，那我要做这样的服务，你需要用特别的工具还是特别的机器？现在做水箱精更换的话，我们现在是用这一台，哦 MC9， 我们现在做水箱精的循环更换，然后去做加压循环的更换，可以全面的把水箱、引擎跟热风箱的里面的水箱精全部把它循环更换出来。那我用这样特别的东西，一定时间很快，对不对？来做这个服务很快。因为这台机器它独特的设计，所以让我们都有一些专用的接头、工具接头可以用，所以我们可以很方便、很快速的完成这项工作。所以我开车来这边说，我要换那个水箱，然后利用这个的机器，那个服务的时间就很短，所以我不用等那么久。对对，没有错。那很方便，对不 对？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又做到完整彻底的更换这样子。那我们现在可以看你怎么用这台吗 ？OK， 那我就处理给你看。先把水箱盖打开。OK， 可以看到吗？哦，看得到。你现在看起来很脏。对，对，所以我们现在用这个专用的接头把它锁上去。然后我们现在这个是机器的配件。对，我们这个专用的接头。对，我们。把这条管子拆开，然后再把这个地方配件，对，把这个地方塞住，这样水不会出来，对不对？对，这样子就水就我们加压下去的时候，它水就不会从这边出来。好好。对，然后这个也是，这个等一下要接机器的管子。OK。那我们现在就来把管子接上去，接上去，这都是快速接头。那这个管子会做会放进去？是我们这个管子，我们这个是就是一开始先把干净的水，然后进去加进去做循环，跟我把旧的水箱精把它循环出来，之后第二阶段再把我们的水箱精再把它加压做进去，这样。然后这边可以看到它，可以看得到，我们这个时钟就是让我们方便可以观察。啊，好。再来把这个回收管，而且回收管就接在这个地方，是这个关系会回水，对，那个回收回来的，回收那个旧的，对对对对对，所以它会回收，然后进去，螺旋到水箱，然后会这样，一进一出，然后做一个系统整个的循环这样子。所以这边你会看到颜色，然后颜色都是对，这边视窗都可以看得到，看得到旧的水箱精，然后慢慢变成透明，对，变新的就 OK， 对，好，对对 ，OK， 我们把它打开，好，那我们就可以开始来做循环更换，我们就一键按下去之后，它就可以看得出来说，它这里开始就会做一个
清水开始一直进去。所以清水没有颜色。对，清水没有颜色。然后会把旧的，这是旧的水妖精，哦，或者它会一直排出来。哎，这边可以看到。地方。所以这个是旧的。对，它回收回来的水就会在这一个观察桶里面。对。然后这个是去那边去改一下，把它做循环掉。对。那这个呢？这个是我们等一下第二个阶段要加注的水箱精，新的水箱精。对。就这个是新的水，这个是新的水，然后就是旧的水。对，颜色差很多。对，颜色差很多。好 ，OK， 我们现在来把新的水箱精加注到我们的车辆里面。好，先把这个开关打开。好 ，OK， 我们再开启。然后它会从这边去那边。开始加注我们新的水箱精，它颜色。它已经换颜色。很快就开始。可以观察一下，那怎么知道它已经好了？我们可以观察我们的回水管，如果颜色跟它趋近于它的颜色，基本上就已经更换完成。好，对对对。那这样差不多要等多久？这样大概十分钟以内。哦，对，大概十分钟以内。好。所以它已经好了，对不对？对，我们现在已经好了，我们这个颜色已经出来，然后说我们现在就是要把它恢复成原状。哦，好好好。很快，这样子就完成了。OK， 这是新的。对，看起来比较干净。哦，对，现在就是完成这次水箱精更换的动作。那老板，谢谢，让我们看你怎么用这个机器做这个的服务。喂，谢谢。啊，谢谢谢谢。Thank you for your time, and we hope you like the content. And remember, if you want to tune your car or to have some your car service for cooling system flushing or changing the coolant, you're welcome to this garage shop in Taichung City. Also, remember to share with your friends, to subscribe to the channel, press like to the video, and thanks.